そう、じいじ。戻りたいとかじゃなくて、信じたい心が背中で叫んでる。間違ってなんかいないよって、同じ時を刻んで、同じ未来信じてる二人。双手举举，干！我要想句老实话，这张图是大概三四年前吧，好像是看 K 岛的时候抓到的东西，因为实在是太好笑了。我找找看它的原图。给我点时间。这张图实在是太有喜感，所以我就不由自主的抓了下来。我记得它的原图是。对，这张安全上垒，然后不知道哪个白痴把它改成安安，
双手举举，之后我就忍不住了，因为实在是太好笑。好，不管了，这个回味了两个礼拜，好累哦。当兵真的是一件很蠢的事情。然后放假，所以我要来玩这个，这个叫什么《魔女之家》。刚回来，整个扑浪就在洗这个。阿斯有很好玩哦，到底是有没有很好玩？这个怎么念？マジョノノ。好，没关系，不管。那就开始游戏是哪一个？这个对不对？很像哎、欸。结束，结束就是新的开始啊。好了，不管。风和日丽，哎呀，是个黄发小女孩。来看看，哎呦，开始就是我的回合。这游戏没有开场白哦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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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没关系。好，维奥拉，这个是校阅字幕组翻译的嘛？这个叫维奥拉，好难念。Viola 不会念 Viola， 好，不管。X 是开启状态栏，你可以看到状态栏在下面，然后这女孩子还蛮不怎么样的。OK， 自己去调查。点点点点点点的家，森林的出口。腐烂的原木已经成为了虫子们的住所。对，一堆看似尖锐如刀锋的草。草，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，他一定要讲的这么的直接吗？哎呦 ，Z 按住可以跑呢，神速移动。好，这个是黑猫醒过来了吗？问号。对，人类到这里来的话是很危险的哟。哦，记录档，四个记录。OK， 母女之身，枯萎了的大树。酷，巨大骇人的蔷薇堵住了道路，如仿制品般冰冷的蔷薇。它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加个什么注解之类的啊？是怎样？这样比较有感情吗？还是代入感之类？你看这个就没有，为什么这个从上面往下看就没有，从右边就有？启示上面的人吗？亮点，有一把生锈的刀，不拿走。你看啊，这个已经讲到不想再讲了。所谓的 RPG 游戏呢，就是会有他妈一群那种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事情，懂吗？像这个，哎，不拿走，卧槽，看你就直接拿嘛，每次都是这样，哎，不拿走，看了就火，得到了生锈的刀，这是什么？使用道具的方法，哎，不听，哎，关于操作的方法，我也不听，怎么样呢？哦、好了，还是听了。道具并不会自动使用，请与对象接触之后打开物品栏再使用道具吧。另外也有带着就有效果的道具，届时请参考道具的使用说明。关于操作方式，调查空白键 Enter Z 取消显示功能表 ESC 数字键0跟 X 跑步 Shift 跟 Z。 好，就这样，其实就是上下左右 XZ 就好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到底要怎么用信？一封放在口袋里的信，读玩倒是没有关系，但最好不要走进森林的深处。玩完就早点回家吧，爸爸上。应该不会。切割杂草和树枝用的刀具，上面带着张 CC 的锈迹，割断蔷薇 ，King 割不动。哎呀，割不动，好，割不动就算了。哎呦。状态栏写着年龄13，哎呀，再多个5岁就好，13岁就用不起来。好，这个呢，割断蔷薇。好，道路已经通了，生锈的刀坏掉了。好，没东西。这个一棵枝叶茂盛的树，都是那几个树桩。哎，这游戏可以斜走哎，这对
战斗上是不是有好处？这游戏有没有战斗？魔女之家听起来就像可以战斗啊！给我武器，没有武器，一棵枝叶茂盛的树，你看，未卜先知，一棵枝叶茂盛的树，有点不一样吗？阿里怎么了？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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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呼嗯，呼嗯，被花挡住了出口，出不去了。好，神奇的家打开了，要进去看看吗？反正你现在哪里也去不了了。也是，哪里也去不了，去不了，哦，去不了。进来了，还可以出来，科科，真是人性化。好，来到了灯火诡异的摇曳者。啊，这哇，墙壁就没有东西，它就没东西了。一扇门，干！等一下，哎，啊，是怎么样？什么烂游戏？等一下，发生什么事？哎呦，这里有红茶哎、欸！我刚刚踩到那个是干嘛？踩红茶就压我，太哥呢，不能踩红茶，小气鬼，到我的房间里来吧。哪里啊？哦，世界不一样了呢，然后就出不去了，打不开。阿嘎奈，阿嘎奈，阿嘎奈，只是一面雪白的墙壁。呀、yeah, ，因为感觉很有趣，跟过来。话说回来，你刚才是从哪里冒出来？刚才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冒出来的，这里装饰的蔷薇，冒出来的蔷薇，有座大座时钟，时钟精准的刻画着每一秒钟。哦，方子恢复原样时才能打开，上面这么写着。桌子上装饰着花，魔女的日记不读，哎，灯点不亮。泰迪熊倚靠着堆积如山的礼物盒，拿走泰迪熊什么也不做。拿走泰迪熊，得到了泰迪熊，哦，动了一声，吓了我一跳。因为我生病了，谁都不和我一起玩，连爸爸和妈妈也从来没有爱过我。原来是没什么差异。泰迪熊，一只大熊玩偶，无法使用。无法使用的大熊，无法使用。篮子里有只大泰迪熊，里面有一点点空隙，把熊放到篮子里，放进篮子。手脚有些碍事，放不进篮子。手脚有些碍事，放不进篮子。哎呀，放不进篮子。满是灰尘的脏衣服里面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工作台上有把剪刀，拿走，被锁住了，拿不起来。嘿，不拿走。哎，我又不拿走。这游戏怪怪，锁着打不开。然后呢，现在是要干嘛？我要对着这个使用泰迪熊吗？哎呦，可以，剪掉熊的手脚。泰迪熊的手脚被剪掉了，得到了泰迪熊的身体。工作台上有把沾满了血的剪刀，泰迪熊的身体，只有头与身体的泰迪熊，手脚的切口已经变得通红了。继续剪下去的话，熊就要不成形了。哎呦，吓了我一跳，是个熊掌印，相当可爱，红红的。记录，什么声音？怖いね。